年底聚餐这么多，哎呀，荷包有点薄了，阿四要怎么办嘞？别烦了，今天就要带你到经济又实惠的巷弄小馆尝尝师傅的秋老菜，不用担心要留下来洗碗啦。哇，看看这些菜，客家小炒、南方澳渔家炒小卷、镇江原蹄啊，连客家炒板条、砂锅菜饭都有，不但假卡勾假霸，主厨们也是有够用心的啦。我很注重这一点，就是说我第一个我一定要自己采购，我好虚伪，我自己不吃的我全部给客人吃，就是要鲜甜，现在是比较符合现代，就是比较清淡口味啊，该有的味道都是还是有。看看这些主厨金刚呼用料也有够实在，比如说这个一定是煎酒，而且是肉要厚的，炒出来就非常好吃。其实真正的那个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是肉类跟海鲜的结合。在腌制过程会用那个凤梨让它发酵，这样就是会带点那种滑嫩的口感。客家小炒跟板条挺好吃的，赞！超好吃的，超好吃，经济实惠，赞！料理这么好吃，店里只有三四张桌子，可要赶快抢定位，吃不到别怪我咯。连记者都只能站在外面流口水苦等了。